7月9日下午，韩国歌手姜丹尼尔在釜山某棒球场担任了职业棒球比赛的开球嘉宾。照片中，姜丹尼尔头戴棒球帽，一件宽松运动短袖，非常阳光有型，以十分熟练帅气的动作为本次比赛开球。顺利完成任务的他，伸手在头顶比耶，心情十分愉悦。粉丝们也是早早就在场外应援打 call， 看得出来大家都非常想他，纷纷拿手机狂拍照，并留言评论：“哥哥太帅了吧，超帅的尼尔。”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